가계부 증나 지수 덕후 중세부. 每个男人呢都有一个忍者梦。今天我们三剑客战队远从台北的内湖忍者村跑到台中，要来挑战我们台中忍者村的上忍战队。Yeah！ 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是三场的忍者对决。首先，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一场忍者体术对决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两队会进行一个车轮战，每次各派一名代表。那个人的身上呢，会放四颗象征着忍者生命的生命球。当你四颗都被击落，或者是捏爆，或掉到地上呢，就要换下一位。看哪一队呢，会先三名出局。放弃，你还是更彪了。哦，
十。哇！十分，但是没上。中，最后几分还少一分。好，波波最后一个。快点搬桌子。哎，没有，那掉不算吧？不算，还是有。哦，好，好，第二个。波波几分？哈哈哈哈哈！嘉义，我看你们的分数应该只有下。还是让我们上人来教你一下，就是说真正的手里剑术。上人啊，手里剑啊。上人的手里剑，上人行不行？你要把金砖出去了。上人的手里剑，下人的手里剑，第二位上人。转速要很快才会上分，而且要刚刚好。还有接骨。我对这个游戏的理解就是打气球，因为它传播到不好。我第二位上分，手一接，我要气球流，气球流。哎呦，十分，但是没上下。哎呦！从这个下面看，他这个是进入二十分的领域。上人的手里剑啊！这就是暗部的上人的手里剑，太强大了！不愧是我们这个上人的手里剑嘞，台中忍者，台中忍者，我们内湖忍者村，怎么我们丢脸啊？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最终决战，忍者射箭对决，真的是射人哦。我可以加入上人团吗？我想要躺分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这个弓箭来进行对战。那只要我们射到你两三声，你们就获胜。那射人不算分，可是我们射人就是干扰。哦，射人等于说是一个掩护的感觉，就对了，掩护自己队友，或者是掩护自己领，或者是干扰你，不要让你射到我们。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特制的弓箭的头，哦，这个软软的头，大大的，这个射到应该。我很痛吧？像被躲避球，那你要不要躲避球？躲避球来了，让我射一下。我让你试看看吧，实测射一下，看看。我来射一下，每个人都很想射一下，他们闪超远。你背对我射你的背。来哦，可以。其实还好，还好。那等一下头部有没有护具啊？因为我们的发型都是有 C 动过的，对啊，巨戴那个安全帽。但是如果大家来参加比赛的话，记得戴下安全帽比较安全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一下战术。我是觉得，就我们打游戏啊，应该都会有就是主要的攻击手，然后弹脚跟辅助。所以我们应该要照着这个逻辑，你要有一个漏洞，你要一直去挡箭。波波射箭很准，我觉得他可以当射手。专门玩弓箭手，我应该是弹，就是弹脚那种干扰的角色，就是给人家射吸引火力。他应该就是射人，就等于说他射人，然后他射人骚扰，然后我可能就是他这边有这个道具，这个大玉螺旋丸可以使用，真难！就用这个螺旋丸去攻击他们的主炮手。
哇，这个射箭比赛怎么被剃头啊？总之呢，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呢，第一场平手，第二场我们上人获胜，第三场呢也是依然是我们上人获胜。哎，看我们还是回内湖乖乖从下来开始学习好了。哎，今天三场最喜欢哪一场？第一场，我是底数派，没错。你是想要抓爆点什么？没错，我就是想要抓爆那两颗球。可惜了，其实我也是最喜欢第一场，我觉得他那个动线、那个感觉，他中间还有一些合适点进出，蛮有一种那种临场感，那种实战的临场感。那我们这三场都是强调团队不错了，如果单打的话，其实很容易身上气球爆掉的，或者是飞镖没有可能可以的话，可以靠队友去帮忙。哦，你是说你自己 carry 他们？可以啊，也是啊，那后面撞掉了，不知道谁要打谁，变两个人在射你。因为我看他们都没射中啊，我就想说我必须也是要甩 carry 啊，结果我也是一发都没中啊，真的不好射。还是很感谢今天盖伊你们，这里从台北，然后来到我们台中的场，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愿意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游戏，因为这个游戏我们是刚开始的，所以毕竟还是很少人会知道这个东西，那我们希望想把这个游戏带给大家，至少除了运动之外，还有。会动起来是不可能不会流汗，也不可能你没有力的话，你的控制拉不起来，或者是你在进行对战的时候，你的所有的专注力都要在对方身上。如果没有一定的专注力，或者是没有一定的心态力的话，还没有完成完赛。我想要把这个游戏带给大家，大家很喜欢。而且也非常的靠脑力，对，其实你也是要思考，需要这是一个需要体术跟智力，你才能到达上。跟挑战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欢迎来台中东区的移动忍者体能馆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健盖，下次见，拜拜。